我们一起合掌恭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弥陀十念毕生愿发言。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善知识，我们的吴会长，以及学会的干事们，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定弘很欢喜，再次应六合净宗学会的邀请，来跟诸位善知识分享修学的心得。那么，定弘3年前蒙空公老恩师慈悲安排，来台湾上果夏青律师座下学界。那么交代定弘要学3年，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现在呢，这学业就结束了。当然，在清宫座下学界告一段落，但是也是往后继续学界弘扬戒律的一个开端。慈州大师曾经讲过，不学戒无以立，不学经论呢无以言。这个是把孔子的原话变了一下，这《论语》上的话，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那么佛法里的都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戒，戒跟礼是不同，礼是世间法，它的目的是能够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戒呢，目的是自己要断烦恼，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显了无漏的智慧就能断除见思烦恼，乃至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究竟成佛。那么当然佛法里也有很多威仪，就跟儒家的礼就很相似。那么不仅戒要学，经论也要学。自己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要跟大众分享。所以今后定弘就要正式的走上自利利他的修行弘法的道路，来报答佛恩师恩。那么在
学界的最后的一门课程啊，清宫和尚啊安排让定弘啊在他过去闭关的弥陀关房啊闭关念佛90天。这是定弘第一次的体验啊，这么长的时间闭关，而且昼夜至少10万佛号以上啊，总共啊90天下来啊，圆满了1000万佛号。那么自己也希望啊，将这90日的念佛功德啊，来回向啊尊敬的啊空宫老恩师啊，因为老人家今年就要90大寿了啊。那么过去啊，彭继清居士他的父亲呢往生啊，彭居士就是给他父亲呢念了1000万的佛号。所以这是净土圣贤录啊有记载。那么自己呢也效法先贤啊，那么以自己念佛啊功德啊来回向啊这个恩师啊父母啊，当然包括啊所有护持自己的善知识。那么在这90天念佛当中啊，去深入的体会呀、念佛法门。这个体会呀、不是只在呀、言语文字上的体会，那是在实修上去体会。这一句一句佛号这么念，就念90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对我这样的啊业障深重的凡夫来讲是很不容易啊，大概对大家不一定哈。那么这90天用功下来之后啊，对净土法门，对无量寿经啊，确实啊就这个认知啊有很大的提升，对念佛往生西方的信心也是今非昔比了。那么这次啊，吴会长啊诚恳的来邀请啊，让定弘离开台湾之前呢，一定要来这里给大家再接个法缘，所以义不容辞，把自己这个闭关的修学心得啊，给大家啊供养。那么我们就单提出啊，阿弥陀佛第18愿来谈啊，因为无量寿经啊，这是净宗的大经，是净宗的总纲啊。那么这部经完整的说明了往生的这个原理啊，而且特别推崇持名念佛法门啊，因为念佛法门也是很多的啊。华严经你看吉祥云比丘就讲了21种念佛法啊，观无量寿经啊里头就有4种念佛法啊。那么持名啊是其中啊最简易最直接最方便的念佛法。那无量寿经里面呢也说明的很明显，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啊48品
我们讲汇集本啊，48品。哪一品呢？最核心呢？那就是第六品，发大誓愿第六。是讲阿弥陀佛48大愿。整个净宗啊，就建立在弥陀48大愿的基础上。净宗法门就是这个弥陀大愿流现出来的。那么48愿当中啊，善导大师啊提出真实的5愿。而真实的5愿之中，就是第18愿是真实中之真实。那这就是十念必生愿。那么十念必生愿实际上也就把净土宗啊修学的原理方法就都讲得很圆满了。所以我在关中啊就边念佛啊也边去体悟这18大愿的微妙。真正是殊胜。过去啊没有体会这么深。所以往生净土的信愿呢、其实里头很多水分。把这个愿能够啊真正深入体会了，那你往生的信愿呢就坚固不动摇。像偶一大师所说的万牛莫挽了，一万头牛都拉你不回来的。所以今天就我们2堂课我们来深入的剖析这第18大愿。别看它就是简单的几句话，这里头意思深广不及。那么把这个理弄明白了，所谓理明则信生，愿切则行准。那你念佛功夫自然得力。好，那我们呢就先将这个第18愿呢读出来。会背的就跟着背，不会背的就听。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看大家对《无量寿经》还都很熟啊，很多人都能背。那我们就来解析一下这个愿文。那也结合自己念佛的一个体会跟大家来说明。阿弥陀佛发的愿，我做佛时，我成佛了，要怎么样呢？十方众生，就包含了十方法界所有诸佛国土的众生，娑婆世界也在其中。那么这个众生呢，就包含了十法界的众生，下至地狱道的众生，上至十法界里头的佛，十法界的佛，实际上呢，还没有完全呢，成为这个真正的佛用天台的教义来判，他们是相似即佛那么还没入分正位
那么实际上呢，分正位呀，他成佛了，可是还没有圆满。他是真佛，不是假佛。所谓同生性，都是法身大士。那么法身大士有42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到妙觉才是圆满佛。前面41个位次通通都不是圆满佛，分正佛。就好像月亮啊，15的月亮那是究竟圆满的佛。那么初一的月亮呢，就是初住位，一个小月牙，但是它是真月亮，不是水中的月亮，是真的空中的月亮。到14的月亮呢，已经差不多圆满了，就好比是等觉位。那么等觉以下的众生都涵盖在阿弥陀佛这一愿当中，所以十方众生那个众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当然我们个个都包含在内，只要你能随顺佛的这个愿，就得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那怎么随顺呢？第一，闻我名号。这个闻名最浅的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不懂里面的意思，那这样呢，实际上不能叫做闻，因为这个闻里面呢一定是要理解，所谓闻会菩萨三会闻思修，这个闻会里头必定含有思，必定含有修，一而三，三而一，所以这个闻就有思和修在里头。如果没有思没有修，就不名为闻，不能叫闻，只能叫听而不闻，听到了种一个善根种子，无量劫之后这个种子还可以成熟，你还能往生成佛，但是这一生未必吧。当然我们不要等无量劫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现在这一生就能往生做佛。所以这个闻我名号就是将名号的功德利益要真正的了解。那么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这两部经是同步的，大小本不同，只有篇幅大小不同，里头的义理方法境界完全一样，那么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所讲的就是名号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就要深入的去研究去学习，深解意趣，你才叫做闻我名号，这个我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闻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够标准呢？底下就说了，至心信要。你出了至心信要了，这个闻我名号才够水平。你要是还半信半疑，不是至心信要的，那这个闻还不够，继续得闻。无量寿经得多听多读，而且读诵的时候一定要至诚恳切。要知道一读经的时候十方诸佛都在加持你，这部经是十方一切诸佛之所护念，
啊，这经上讲的很明白，弥陀经嘛讲的，六方诸佛都互念这部经。啊，你能够读诵，能够思维，啊，来学习，来闻法，现前就得十方诸佛加持护念。啊，虽然我们肉眼见不到佛光啊，佛光已经加披在我们身上了，令我们呢心得安宁，啊，欢喜。啊，佛光是啊，清净光、欢喜光，啊，解脱光、安稳光，啊，所以大众大家在这里听经，啊，有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啊，好像心蛮清净的，啊，好像那些尘劳啊，哎，忽然就忘掉了，啊，欢喜。烦恼啊不起来了，解脱啊，心就安稳，这都是啊佛光啊加持助照。你的心越诚恳啊诚敬，你得到的加持越明显。印光大师说的，一分诚敬啊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啊得十分利益。所以闻的当下，那就已经在增长功德，在消除业障啊。那么闻名之后啊，能够至心信要，就更不得了了。至心信要，那就现生就不退转。这《弥陀经》给我们保证了啊。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智心也是有标准的啊。那什么标准呢？这个智心就是至诚心，至就是至极，到极处了啊，到极处了。没有丝毫的保留了，啊，这个信就是啊，信顺所闻的法，要就是啊，爱要，啊，很欢喜的接受，很乐意的去奉行。啊，那么。这个至心信要啊，就是文明的果。文明是因，至心信要是果。那么至心信要呢，达到什么标准呢？啊，这里下面就说标准：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就是判断你有没有至心信仰，这用下面的愿文就可以判断了。你能不能够把你所修的所有的善根啊，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学习这些般若智慧啊等等啊。心心回向，啊，心心就是念念，啊，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所有的念头都是为了，啊，求生西方。回向是将自己所修的善根功德回向到这个往生西方，啊，这桩事。心里只希求面见阿弥陀佛，啊，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入莲池海会，愿生我国，这个我国就是极乐国土，啊，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这样啊，心心念念的回向求生净土的话，没有到智性信仰。那么信如果当中有怀疑，就有疑情，这个就不能叫智性信。如果愿里头啊，对这个娑婆世界还有放不下的，就不叫智心愿啊。所以没有任何怀疑了，对娑婆世界没有任何留念了啊，一切都能放下，求生净土，这叫智心信愿。有智心信愿，决定往生。因为阿弥陀佛给你保证了，乃至十念啊，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个十念呢，古德都已经给我们判得很清楚，就是十句阿弥陀佛啊，不是别的念头啊，不是那个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不是那个念。那个念是不可止持的，没办法控制它了，不是那个念，那个念太微细了。这里说的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四字或者六字为一念，乃至十句阿弥陀佛，你必定得生西方。你看这个法门多么的殊胜啊，最容易了。你修行怎么修？阿弥陀佛念十句，决定得生。但是这十句的用什么心来念呢？这个是关键问题。智信信愿，那不是随随便便的轻忽的心啊。所以这佛号啊，不在乎你念的多少啊，关键在乎你是不是用至诚的心啊，你能不能够啊全身心的归投阿弥陀佛啊，皈依投靠阿弥陀佛，这个身心世界通通放下。身心世界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你放不下呢？因为你把它当真了，你就放不下了。我在官房里面呢，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就梦到了自己过去在大学里当教授啊，那时候啊事业心很强啊。年轻嘛，都有事业心啊。做学术嘛，就希望写出最好的文章，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那些杂志都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他们的那个发表的那些杂志，我就希望能够出这么一篇文章。那么在梦里就结识了一名很著名的教授，就跟他攀缘，跟他结识，要跟他合作，一起写论文，结果忽然醒来，自己原来在官房里头，哑然失笑。你看这个梦境。那就是你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现行，你这个阿赖耶识里有这样的种子啊，心静下来的时候它就现出来了啊。那么当时在当教授的时候，确确实实念念都在追求这种事业学术的成就就造了这个业这个业呢，在你念佛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假如不觉悟
你就随业流转，那你下辈子继续当经济学教授吧。啊，所以起心动念呢，就有业了。那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啊？啊，当时真的是在追求，现在为什么就不想追求了？出家了还，你让我再写这文章干什么？一点都不想。那现在觉悟了吗？知道那些一场空吗？啊，尤其是那梦境里头更是空。可是我在梦境里呀，没有觉得这是空。啊，在拼命的追求，在努力，在用功啊，这就是迷。所以啊，你自己去观想、关照一下自己，你的心里啊，在追求什么？你这一生很想干的是什么？啊，有没有很想见的人？有没有很想做的事？这些都是你的业啊！如果你很想干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啊；你很想见的，就是阿弥陀佛啊。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决定往生，这是敬业。那如果不是，你还想啊得到辉煌的成就。啊，在家你是学者啊，你想当一个大教授、大学者啊，拿诺贝尔奖，或者是你是个大企业家啊，赚大钱，亿万身家啊，甚至你出家了，想做个大法师、弘法利生，或者做个大方丈啊，住持道场、领众修行。啊，很威风，这通通都是迷呀！啊，你不知道啊，人生如梦，一场空啊！啊，《楞严经》上就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讲清楚啊！啊，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切境界，包括你心里所想的一切相。你想一个人呢，就有一个人的相，啊，想一桩事就有一桩事的相，啊，这种种的相，啊，全是啊，如虚空花，没有真实。啊，虚空花是什么呢？啊，当我们的眼睛有毛病了，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用手压迫眼球，就有一些金星直冒。对吧？啊，那或者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它就会幻化出一种啊眼花，那花来，就像虚空中的花，你是见到了，啊，别人见不到，你自己见到。哎，你以为它就是真有花了，那就是迷了。实际上有没有花？没有，幻化的。啊，那虽然是没有他，你真看到了，所以啊，似有非有，啊，有而非有啊，啊，不是真有，但你也不能说它无，啊，因为你看到，那佛就说这是一场空，空里头是有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空。那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梦境。这个梦境呢，一直都没有醒过来，无量劫都在做梦。啊，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啊，继续做下一期生命的梦。啊，那么一旦醒过来了，梦境就没有了。这叫觉悟。所以圆觉经上讲，知幻即离，
离幻即觉，知道眼前的这些境界就是一场梦幻，你马上就能放下。离就是放下，离开这个梦境。离不是说我闭上眼睛不看啊，不是那样，不看那你眼睛还会看到一片漆黑，你还没离开这个境界。离就是眼睛看到这些境界，知道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就是一场梦，这叫离。放下了，那放下了，那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啊，随缘消旧业，莫更造新样啊，不再起心动念想干什么，一切就随缘啊。这种人就真正觉悟，离幻就是觉悟啊，他不需要假借修行的次第啊。佛说修行的次第是方便说，一旦觉悟过来，那就成就了啊啊！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睹明心悟道了，成佛了啊！那成佛之后，他说什么呢？啊，他说：“奇哉，奇哉！”众生皆有智慧，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他也不禁失笑了。哎呀，这原来如此，这众生啊，包括自己了，自己也是实现的啊。原来就是有这些呀，妄想执着。所以本有的如来智慧德相不能显现，那现在呢，放下了，把妄想执着一放下，如来的本性就现前了啊，这离幻即觉啊，这种心情啊，可能跟我这个关中发梦梦醒那种感觉有点相像，当然我感觉没有佛那么殊胜吧啊，但是应该就是那个意思。你在梦里头啊歇斯底里的追求啊，一醒来之后就哑然失笑，哎呀，真是无聊荒唐啊，你干什么呢啊，何必在这里头啊造业啊，迷惑造业受报，没完没了。一旦觉悟了，知道那是一场空。你不用咬牙放下，它自然就放下了。这放下不难，看破就行。你看破不用咬牙了，你咬牙未必能放下。你看那个青年男女失恋了，失恋的很痛苦，咬牙想放下，放不下。那这是一场梦境呢，他一觉醒来那就放下了。原来刚才只是做梦而已，就放下了。所以看破是最要紧。真正看破这个世间，身心世界全是梦幻泡影。你至心信要，愿生彼国啊，这个心就发出来了啊！舍离虚幻的境界，要求真实的境界。极乐世界是真实境界啊！极乐世界是我们真心本性所流现的报土、法性土，这是真实。所以这个舍妄归真，我们求生净土。所以我们敬业学人真想这一生啊有把握往生，就是藕益大师讲的这个深信切愿，你就决定往生。
那么必须要尽心的去体达刚才我所说的那段，了知眼前一切境界就是梦幻泡无有真实，你才能够放得下。在这里面你体会的不够啊，功夫不够，这样的话就难免呢会迷啊，一迷就会染着在这个境界当中，你就离不开这个境界了啊，就知幻即离，你离不开就是因为你不知，或者知的不彻底啊，所以经教要学习啊，尤其是般若的智慧，刚才我讲的这段就是般若啊，就是叫你放下，金刚经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这么观啊，这个所谓观就是体会，我就这么每天就这样体会眼前见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原来就是一场梦，慢慢慢慢你那个染着的心就淡了，就放下了啊，当然要有没有必要去研究金刚经或者是600卷的般若经呢，你要是很清闲不妨，要是没时间你就把我刚才那个话反复听一听啊，20分钟也就可以啊，熏习的多了印象就深刻了，自然就放下了，然后至心信仰啊，不用咬牙啊，不用那么使劲儿，自然就至心信仰，水到渠成啊，一切都是自然的啊。那么这里讲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这是下莲居老居士啊汇集啊几种不同的译本啊，康僧铠的本子呢是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是没有啊，这两句没有，他的原话就是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那么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是在另外一个译本里面讲啊，这样汇集进来很好，把这个意思啊彰显出来啊，要往生西方最重要就是愿，愿生我国啊，那这个愿怎么样去体现呢，你所有的善根都心心回向，这就是愿，就你不求别的，你只求往生西方，心心回向啊，如果你又想往生西方，又想干点什么啊，又想得点什么，那个就不叫心心回向，那叫夹杂，像我以前当教授似的就夹杂啊，那时候我都学佛十多年了，学今年也都20多年了啊，当教授的时候啊净土啊无量寿经也每天念的啊，也常常听啊无量寿经啊啊，可是不是至心信念，因为什么呢，又想往生西方啊，又想啊发表这个顶级杂志的文章这就不是至心信念啊，至心信念是别的念头都放下了，就一个念头往生西方啊，其他事无所谓，有也好没有也好随缘吧啊，这就至心信念了啊。那么年轻人他要做事要工作
啊，没有出家嘛，就要养家糊口啊，那么工作还是要做，啊，钱还得挣，啊，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挣钱的时候，不要迷，啊，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啊，我工作赚钱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为往生西方。那这现在是没办法，因为身体还在啊，还活着，还得吃饭睡觉啊，所以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啊，黄念祖老居士讲课的时候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挺实在的。他说，好比啊，这个一个母亲跟一个儿子啊，这个母子两个人呢，啊，一起生活。儿子长大了，母亲得给儿子娶媳妇，啊，娶媳妇得先赚钱啊，啊，那么于是呢，这个母子两个人就准备啊，啊，这个卖油条豆浆，赚点钱好结婚啊，啊，所以啊，两个人就起早贪黑呀，啊，准备这些早点啊，啊，第二天一早就出去卖啊，很辛苦啊。那么这个卖了两年油条豆浆，哎，钱赚够了，儿子就娶媳妇了啊。这也是很平常的生活例子啊。这母子两个人，他为什么去那么勤苦的卖油条豆浆呢？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娶媳妇嘛，是吧？说明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卖油条豆浆，啊，那个卖油条豆浆只是个过程，那娶媳妇是个目的。那我们呢？现在目的就是为了往生西方，现在要卖油条豆浆也是可以，也不影响。哎，就这个意思，大家体会到了吧？就你要工作啊，你要养家呀，要糊口啊，你就知道那不是目的。那是不得已啊，那就这么过啊，等到了该放下就赶快放下啊，求生西方。那如果已经退休了啊，年老了，不用做事了啊，自己经济也没什么困难了，还有退休金了，那你不要再去卖油条豆浆了，你就赶紧念阿弥陀佛，专修净土，这你才叫做至心信愿啊！啊，你可别放不下呀，啊！这油条豆浆还得卖，还得念佛，那对不起，你不是心心回向，你这心里又想往生，又想卖油条豆浆，那都不对。啊，所以能够专修净土，这是最好、最殊胜。实在不能，那就是不得已，啊，不得已，你只要有至心信愿，一样能往生，阿弥陀佛一样摄受。当然品位不一定那么高了，就像《无量寿经》里面三辈往生，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他不能这么做，就不能专修，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啊，勤勤恳恳的去努力的修，所以还是能往生。乃至你的福报很薄，一直干到老，啊，都没有办法是专修，啊，那么乃至十念都必得往生。你看这阿弥陀佛多么慈悲。换句话说，只要你肯往生，阿弥陀佛就摄受你。你得真肯啊，怕你不是真的，啊，阿弥陀佛也想去见，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干不完的事儿，啊，极乐世界也要，娑婆世界也要，啊，脚踏两只船，最后恐怕就耽误自己了。
啊，所以三辈往生，大家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那个经文。啊，那佛都是啊，啊上辈的是最殊胜的，就鼓励你要上辈往生。你看那个经文怎么讲？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啊，这种人是行作沙门。这沙门当然包含两种，我们讲出家了，出家包含两种，一种是身心皆出，一种是身不出心出。啊，身心皆出，就像这些法师如果真正修行身出家啊，剃发染衣啊，这个现出家相，而心也是念念在道业上啊，欲求出三界啊，出轮回啊，这种人就是身心皆出，那当然很殊胜。那身不出心出也很难得，就在家的同修啊，他有种种的这些因缘缠缚没办法脱身，可是心已经出啊，他不再染着世间五欲六尘啊，没有这些亲情的挂碍执着，那心就出，他就心心念念想着见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两种人都属于行作沙门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是这个无量寿经的宗旨啊，修行宗旨。啊，菩提心，普通的说法就是四弘誓愿，这是世上要发的菩提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真发起这样的心来啊。那么理上发菩提心，那就是觉悟啊，了知万法皆空啊，一切世界微尘国土啊，娑婆也好，极乐也好，唯心所现啊，无有真实，都是一场梦境。极乐世界也是梦境吗？也是梦境，只要有相就是梦境。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仅娑婆境界也是虚妄，极乐世界也是虚妄。那你刚才不是讲极乐世界是真实吗？对，这个真实是相对的真实，就是相对娑婆世界来讲，这是真实。什么叫真实？真实是永恒不变，叫真实啊。娑婆世界样样都是无常，怎么是真实呢？啊，所以相对这个无常来讲，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没有生老病死，这是真实。然而讲到究竟的理啊，极乐世界这些七宝莲池、一正庄严也是非真实啊。真实是什么？真实无相就真实啊。我们自己的自性本自清净，这才是真实。本自清净，本来无一物，哪有极乐世界？哪有阿弥陀佛？啊，这是真实啊！但是我们凡夫一下想侵入这种真实是难，
这叫上上根人才能做到的。六祖慧能大师行，听完《金刚经》半部，马上就悟入这个真实，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就是天人师啊，那就接受了五祖的衣钵。那我们凡夫啊，没有这个根性。理上呢，可以了解一点，不是真实的这个体证。但是了解一点也很好，知道啊，我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明心见性。那我们现在从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知道没有离开你的自性，娑婆极乐都是你那个真心自性所流现，只是现在你的这个真心本性啊，流现出来的境界啊，被你的贪嗔痴慢见思烦恼给染污了，所以你所看到的就是现前的娑婆啊，五浊恶世。那实际上呢，现前就是极乐世界啊。中峰国师讲的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你信不信？你说我没见到啊，回家只见到老婆孩子，上班见到这些公司的老板这些，然后呢可能还有勾心斗角人我是非自己生老病死种种苦恼，没见到极乐世界。那是因为你有烦恼，这烦恼就障住你了啊，不是不见啊，见到见而好像没见。我举一个简单的马上大家能体验的例子，我在这讲经啊，大家是见到我了嘛，是吧？请问你见到我眼前的这盆花没有？见到了。为什么见到呢？我提醒你了。我没提醒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见到啊？见而不见。没注意吗？光看着我了，没看到花了，是不是啊？所以你所见的就是你的注意力所到达的范围。本来那东西就摆在你面前，你就见不到。我提醒你才见到，提醒你就注意了。没提醒就不注意，就看不到。不是看不到，它也入你的眼根了。那不是说我前面打一块牌子把这花挡住，你看不到，不是。它入你的眼根，但是你的眼识没注意它。眼识是分别执着出来的，眼根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楞严经焦光大师的这个注疏里面就讲，要用根中之性，根中之性没有分别执着，全体这些境界就隐现住入我的眼根，没有分别执着。可是我们凡夫不做不到啊，就是注意看的东西你能看到，那一注意呢就用意识，意识是分别，一分别之后再加上执着，执着是一根，就是第七识。这个六七二识就把你所见到的眼根所接触到的境界来个分别执着，你想看的才看到，不想看的就看不到，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那现在极乐世界就在你面前，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你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为什么没看到？没注意。你所注意的是娑婆世界的东西，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你的这个分别执着这些烦恼心，把你的眼根给扎住，有眼不见极乐世界，有耳不闻呢弥陀说法，你都听不到，六根呢全被扎住，很可怜，就活在你那个六识所生的那个烦恼境界当中，一辈子都出不来，不仅一辈子出不来，生生世世都出不来。所以参禅的人啊，楞严经很多人啊去学啊，学二十五圆通啊，里面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因为阎浮提的众生耳根最利嘛啊，所以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拣耳根圆通，你耳最容易体会。刚才我用眼做比喻，用耳也一样。我再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听到旁边那个风扇在吹风的声音？有听到吧？啊，听到。那刚才听到没有？刚才没听到，因为刚才听什么呢？听定空法师说法。啊，现在静下心来了，哎，那个声音就出来了。那实际上呢？那个声音也入你的耳根呢，那刚才听不到，是你用的是耳识，没有用耳根的根性，所以你听不到。所以参禅的人他就是要把这些分别之处放下，什么都不注意，就不要用这个意识心，把心一静下来，十方的声音都通通现前，就这样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修耳根圆通，修成了能听十方三世所有的声音，因为十方三世所有的声音都是你那一心所变现，你听自己真心本性里头的声音。那现在阿弥陀佛正在说法，大家听到没有？这极乐世界风声、树声、鸟声都在说法，大家听到没有？听不到，为什么？你用的是耳识，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要慢慢把我们的这个耳识放下八识都得放下，叫转识成智，自然极乐世界就现前所以古德所谓生则决定生啊，去则是不去，往生西方对这些凡夫来讲方便说，去此娑婆世界西方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名无这个无量寿仅现在说法，有世界名曰极乐就告诉你这个是不是真的？真的，凡圣同居土就离我们娑婆世界西方十万亿佛国土这个世上决定有，没有错那么凡夫呢就好好的念佛，一向专念，就朝着这个西方的方向专念阿弥陀佛，必感得阿弥陀佛临终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入的是凡圣同居土，因为没开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就开悟了，这个花是表法的就我们呢在花胎里面出不来，是因为迷那么花开了就是觉，就好像一般人说心花怒放
这个成语是吧？心花怒放，那你把心花拿给我看看，它开放了没有？没有啊，那个心花是个比喻，就比喻你啊，心没开的时候啊，那个花就没开，啊，心一开了啊，那这个花也就开了。那极乐世界就是这个意思，花开见佛无声，那就是讲到这个啊觉悟了。一觉悟了，发现呢，原来十方法界全是极乐世界。这东方西方都是极乐啊，没觉悟的就要你往生西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因为没觉悟啊，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啊。那么经上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菩提心刚才就讲了，世上四弘誓愿，理上就是明白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非空非有啊，性上没有啊，相上真有，理上啊是空啊，事上啊是有。所以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非有非非有，也不能说非无非非无，叫离四句绝百非，让你放下这个啊思想啊，放下这种啊言说相、文字相、心缘相啊，去体会这个一心啊。那么体会了，在世上还要念佛啊。阿弥陀佛虽然名字性空，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它本性是空啊，万法皆空啊，当然名号也不例外，都是空。可是虽然知他性空，我依然呢、勤恳的去念啊。所谓从有念到无念啊，这个无念不是说不念啊，这个无念是念而无念，还是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昼夜十万不间断。但是你知道名字性空啊，自性体上本来无一物，哪有什么念的啊？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还要念啊，这就是中道第一谛啊。那么极乐世界呢，这个相啊，啊也是性空啊。虽然性空，我还是要求生，赤然的求生净土，就是这里讲的至信信仰，信仰愿生我国啊。那么从往生啊到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正无生法忍，你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刚才讲的就像眼中出现的虚空之花啊，虚空花有生吗？没有生啊，幻化没有生。那没有生有灭吗？那它也没有灭啊，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谈不上灭。本来有那当然有灭，本来就没有，讲的灭是没有意义的，不生不灭啊，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不生不灭。安住在这样的智慧当中，这就是无生法忍啊。无生就是没有众生，无法就是没有一切法，
人人和这样的境界，没有众生，没有一切法，啊，就是有情无情的众生都没有，啊，都没有，但是呢，相上还是有，啊，那么安住在这样的中道第一地的智慧，所以我们念佛人。不是说没有智慧，啊，不是说不要般若智慧，嗯，也要般若智慧，啊，你念佛的时候，那么事理双倍，这就很容易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所以这个持名里面也讲。事持理持，啊，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的这么念，啊，阿弥陀佛像我们的慈母一样，啊，我们一心归头，这样子叫事念事持，啊，而在这样的一心的去念的时候，你了达你所皈依投靠的对象，不出你的自性之外。这就是自信所现，啊，我皈依阿弥陀佛，那就是皈依自信，回归自信，啊，见佛就是见我的真心本性，啊，你心里很明白这一点，那世上呢还是一句一句的接着这么念，这叫理持。理持不是说光懂理就行啊，世上不念佛不是，那不叫理持，那执理废事。理持就是知道他这个理，但是事上一样的，跟事实一样，事实加上明理就叫理持，啊，那么不懂理没关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念，念到最后巧入无声，暗合道明，啊，巧入无声就是什么呢，啊，自己都不明白，嘿，哎，不知不觉证无生法忍了，啊，像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维提西夫，他最后证无生法忍，这了不得呀，啊，无生法忍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他原来也不懂啊，啊，凡夫俗人，啊，一个女人，啊，什么这个佛法还都不太懂，哎，经过佛点化，啊，他也就念佛，念佛，哎，不知不觉自己证无生法忍，这个法门就是这么殊胜，啊，暗合道妙。所以发菩提心这里头有智慧在里面，所以愿度一切众生，了知一切众生幻化，所以度众生不用生烦恼，啊，这个小菩萨度众生会生烦恼，怎么这众生这么难度啊，那家里人就很难度，对不对啊，这个先生啊，你看怎么教化都教化不过来，啊，这是很难度，因为什么呢？你没有那个般若智慧，要度而无度，啊，知道先生是幻化的，那就是梦境里面的先生，不是真的先生。那你就度了，啊，度得了就度，度不了就算了，啊，反正梦一醒都一样，都是空的，就这么样。但是不是说不度，还是要度，啊，就是这叫中道，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你二乘人发不出来，二乘人他偏空，啊，他知道一切众生都是幻化的，假的，不要了。不度，这没有菩提心，
啊，没有菩提心，往生不了净土。因为净土是大乘，要发菩提心。你看本经就要说明的，就是发菩提心，你想转念，乃至下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啊，所以谭鸾大师著这个《往生论》呢，就讲到二乘种不生，二乘种性的人就是没发菩提心，没有中道，他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发菩提心要发出来。那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知道烦恼也是幻化，烦恼本性也是空。你不要因烦恼又加上烦恼了，有的人就是因烦恼而烦恼，哎呀，我这烦恼老断不了啊！你看犯了啊，又忏悔，忏悔之后又犯啊，心里很苦恼，就是因烦恼而烦恼。这没有断烦恼，增加烦恼，本来一个烦恼，现在添了两个烦恼，这样啊。你说消业障怎么消？消不了，业障只有增加。你要知道，烦恼业障性空。所谓性空，就是你眼睛看的虚空花一样，好像有，实质上没有，假的，不是真的。啊，那断烦恼就容易断，断而无断，无断而断。当下你从烦恼里头就解脱出来了，从业障里面就解脱出来了。啊，很多同修都啊感叹自己业障深重，啊，去拜忏小业障。啊，好吧，我就提倡让你拜张茶忏。拜明白了没有呢？业障消了没有呢？什么时候你知道业障啊性空，恭喜你，业障就消。占察忏里面呢，他就特别强调这个这种啊关照，从礼佛开始，能理所理性空寂。啊，你能理的人就我，所理的佛啊或者地藏菩萨，都是性空，就都是虚空花。都是假的，啊！但是呢，还是要理，至诚的理，中道。啊，现在呢，忏罪，啊，很勤恳的忏罪，知道罪性本空，这罪就忏掉了。啊，知道罪性本空，还是勤勤恳恳的忏，这是中道。啊，拜占察忏，要有这种智慧。你很快得清净人相。那这个业障障不了你了。我在官房里面呢用功，以前没有这样精进过的。啊，昼夜十万佛号啊，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啊。是这数珠念啊，三三四啊，十句掐一个珠啊，掐百八佛珠下来一千句，然后这边计数器摁一下啊，十串下来就一万句，一百串下来十万句，这第一天念了七万多，哎呀，很辛苦，就是念不下去了。好吧，睡觉吧。那第二天起来，好，一使劲儿念到八万，啊，又念不下去了，啊，再睡觉，啊，第二天再起来，啊，念到八万五、九万、十万，啊，一天天都在增长，最后十二万，啊，十四万、十六万。连续十天十夜，每天十六万佛号，十六万佛号基本上
21个小时左右吧。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真的睡觉是没时间了，时日时夜。因为《无量寿经》讲嘛，啊，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就得冲啊！啊，时日时夜不断绝，啊，当然还是有断绝，啊，还是有妄想插入，还是有昏沉。好，最后拼了命了，一日一夜。24个小时，念了22万，啊！这22万是不吃饭不睡觉的念，啊，怎么不吃饭呢？啊，今天早上护关的人送早餐，啊，吃饱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吃午餐，中间就有24个小时。那么平均1小时05分念1万，当然这要念得很熟才能念得那么快，一开始念不到这么快的，你越心急念得越慢，啊，还上火，啊，所以这个得念熟，这是功夫，没办法，你不能急，一急往往就出魔障，那往往闭关的人都会有这种问题，心急。一急，他这个五阴呢迟盛，啊，色受想行识这五阴呢，所谓五阴魔，啊，《楞严经》讲50种阴魔嘛，啊，这讲的种种情况，他就出来了，啊，见到种种境界，啊，这都是你幻化出来的境界，没有真的。像我在官房里也遇到这种境界，到晚上深更半夜的时候。我是在后山很安静的吗？怎么满山遍野都在唱流行歌曲？啊，还唱那个粤剧，就广东话的粤剧，啊，听得还很清楚，啊，还唱那个爱国歌曲，啊，革命歌曲。我奇怪了，谁都晚上那么大声的唱，啊，马上就知道那就是幻化的阴谋。你可不能注意去听那个东西，听了听了就进去了，啊，所以教理懂了之后就不管它，啊，那是幻化的东西，啊，当然也会见到一些境界，也不管它，所以一概不管就不会着魔，啊，你就这么念，啊，心呢就管住这句符号，啊，其他什么都不管。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净念相继。啊，每一句佛号都是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然后计数也清清楚楚。那记得快嘛，快也要清清楚楚，不能够啊混乱一片。啊，所以这样子用功，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啊。那估计也是因为之前有拜过禅，地藏菩萨发了愿，啊，只要你拜到清净轮相，那么地藏菩萨一定会护持你，你再精进用功没有魔障，啊，确实是很好的，啊，这些都是念佛的助行，啊，那么发菩提心。落实在净宗里头，偶一大师给我们呢讲得很清楚，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啊，你能够啊深信，啊，这个深信它里头的意思是很深广的，啊，偶一大师讲的六信，六信具足才叫深信，啊，那六信，第一信字，第二信他，第三信事，第四信理，第五信因，第六信果，自他事理因果，啊，那弥陀要解前面玄义
啊，就讲得很清楚。啊，什么叫自信？啊，信啊，我们本有的自信。啊，这个信字不是讲一般世间人讲啊，你很有自信心的，那个自信心呢，太微弱了。啊，你所谓的自信心，信你自己这个身心。但是这个身是四大假合之身，这个心只是受想行识，啊，全是假，不是真，没什么可信的，啊。那佛法讲这个自信，信自啊，就信我们本有的自信。这个自信本不生灭，本不动摇，人人本具。啊，佛有我们也有，我们一点没缺。现在虽然是在啊轮回啊烦恼之中，但是自信啊。啊，宛然不灭，具足的。啊，有的大乘经称为如来藏性。啊，如来藏，如来藏，这藏就是含藏的意思。我们含藏着如来。啊，换句话说，你本来就是佛，现在是被包藏起来的佛。啊。还没显现真佛，可是没显现真佛，你含藏在里头的那个佛跟那个真佛是无二无别。就比如做佛像啊，那做一尊这个佛像，首先得打个模子啊，对吧，打个模子，然后呢你比如做个金佛像，你把金呢、啊这个烧成金的那种汁倒进那个模子里头，一冷却下来就形成佛像。啊，那么倒进去之后，你把那个模子得要把它啊那个包起来，啊让它定型。啊，定型之后才把模子打开。那我们呢，就是没打开模子的那个佛，啊包藏在模子里头。啊，这个大家好理解吧？打开了就成真佛了，没打开里头还是真佛，叫如来藏，人人本具。那么信这个，那现在我们是虽然本性是佛，但是呢，没有佛的受用，怎么办呢？要修行啊，所谓啊，修德有功啊，性德方显，就是你得要把模子打开，把模子打开的过程就是修，修德有功，性德方显，那佛就出来了。那我们修净宗靠他力法门，那信他，这第二个信就信他，信他第一信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说的净土法门，真实不虚啊，绝无狂语啊，只要你至心信愿乃至十念，决定得生。第二，信阿弥陀佛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接引众生往生之事，真有啊，决定不是庄生预言，不是神话啊，那是真实。也信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啊，为我们宣说的净土法门，劝导一切众生求生净土。信啊，那么信他当然就要随顺佛的教诲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才是真信呐、啊！信而无形，不名为真信。
那么信是信理，世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去此世界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啊，名阿弥陀佛啊。那么今现在说法，莲池海会无量的大菩萨啊，共同围绕啊。我们现在信愿持名，一旦往生，变作阿惟越致菩萨，就是不退转的菩萨，便能够到十方世界供养如来，供佛闻法，蒙佛受记，化身回入自己有缘的国土，去度化众生，种种的事都是真实，世上真有。理呢，理是讲的本性是空，这个空是什么呢？由自性所现，就像做梦一样，梦境有这个事啊。像我那个发梦，梦到想要这个发表文章，那世上真有，我在梦境真有啊，真见到那个教授，想去跟他结识，真在想努力写文章，世上真有。可是呢，性空，梦境哪是真的呢？那梦境怎么来的呢？你那个做梦的心变现，没有做梦的心，哪有梦境？所以那个境就是心，心也就是境。你上哪里找那个心？做梦的心在哪儿？拿出来，达摩祖师一伸手，你把心来拿来，我给你安。你做梦的心拿来，拿不出来。你回头找心，找不到。然后一看，原来所有境界就是你的心。那梦境，全是你的心嘛。那梦境里的人就是你的心，梦境里的所有的物也是你的心，包括你自己也是你的心，一切众生都是你的心，全境是心，那全心就是境，心境不二，这是理。那极乐世界呢，就是这个意思，极乐世界境界，这个境界是妙土，最殊胜的妙土。那境界怎么来的？你的念佛心变现，念这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这个心就变现极乐世界，就像做梦的心梦有梦出来梦境一样，阿弥陀佛也是你的心，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全是你的心，哪一个不是你的心？所以佛是全佛是心，极乐国土全境是心，心佛不二，心境不二，这就是理。所以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往生？你就老实念阿弥陀佛，念到清净心出来了，佛就现前了。那见佛实际上就见到自己的真心，所以有的人呢对净土比较轻视，特别是学大经大论或者参禅的人，认为说净土哪里够我们这参禅明心见性这么殊胜这么高你都是在事项上 去追求往生西方见阿弥陀佛，这都是事上，参禅的是直接理性上的明心见性他认为往生西方也是个妄想，
见阿弥陀佛也是妄想，也没错，是个妄想，但是这是最殊胜的妄想。你不打这个妄想，那你就打轮回的妄想。等到你到西方见到阿弥陀佛了，这妄想就没了，就从有念到无念，这妄想就没了。没了之后，你见本性佛，那就是明心见性，是净土跟参禅，这些境界没有什么高下，完全相同，只是你没有了达心佛不二的道理。你认为啊，明心就比见佛高，你不知道见佛也是明心，因为心佛不二。你只说我要明心，偏偏不去见佛，那你还是二，不是不二，你还没悟透。你要知道，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这叫相即意。只是参禅呢，在心上用功，见心就是见佛；我们净土呢，在佛上用功，念佛就是念心，见佛就是明心，一样的。而且咱们净土法门保险，你那个参禅万一没有明心，麻烦了，你得轮回，因为你又不见佛，那佛就帮不了你。那我们修净土呢，我们见佛纵然没明心不要紧，往生凡圣同居土，那就不退转，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在凡圣同居土里面，那见佛闻法，那天天能见，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所以他给你保险了，你能明心那很好，能明心的往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没明心不要紧，下面还有两土给你保证。所以信事信理，还有信因信果，这个因果不讲别的因果，就是讲这个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因，必感临终蒙佛接引往生净土，不退成佛的果因果。我们真信这个因果，就老实念佛不管你是事持事上念还是理持理持是什么呢？就是事持加上明理，就是理持反正都要事持，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老念彻悟禅师讲的一句弥陀就那么念，百八佛珠断了重换把佛珠念断了再换，继续念，念断了又换就这么念，拼死的念，念到死绝对往生西方。是发菩提心，深信你就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净土世上真有就往生西方那理我明白，那是自性所限，自性所限我还是要往生西方。就像自性就是一个大圈圈那么娑婆世界在东方是小圈圈，在大圈里头的小圈圈极乐世界是西方的小圈圈，我从东方小圈圈往上到西方小圈圈都在自性当中，没有出这个自性所以去者实不去，那没有离开自性嘛。但是生者决定生，一定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世上发愿往生老实念佛，信愿持名这个决定往生。我一到实相，这就是无上菩提，念佛时就是成佛时
啊，欧益大师讲，果能依信起愿，依愿起行，这行就是持名，念念之中流现出无量的如来，你自己没看到那没关系啊，你知道那无量如来就从这一句名号当中流现，就是名号功德太殊胜了啊。那么所以发菩提心要一向专念啊，这一向就是一个方向往生西方，专就是专注的念啊，老念不停的念，这是无量寿经的宗啊，也是弥陀经的宗。弥陀经把发菩提心讲成深信切愿，深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就是执持名号。弥陀经讲信愿持名，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么今天这个下午的时间就到了啊，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晚上7:30还有一堂课啊，那么就继续跟大家再分享。好，谢谢大家。